人命哪有可能甲你个普通公牵连？哪有可能？两个人一工到后，我们的双双对对，搁家己个外面，然后已经放下。阿种代志，连你这爸爸都唔知影，我咧是做啥物老爸？照常啊！你搁我假一个，一定爱你死的理由啊！上高偷袭啊！包婚对这两个人结婚，而且这个婚礼根本就无应该结束。你查囡有心机的？ 你就该糟蹋，你离婚糟蹋，离婚我话算，我给你抛弃了。玫瑰婚啊！这不是去救人命的包包黑了？赵畅，你竟然敢咬我绳子来台戏？不行，谢给我。我个白痴哦！我即摆有事情放伊喵伊，甲伊逮捕。我的计划不完成了，绝对要有赵畅好，我宁可变改机会。我早上做一包，我帮你留签啊，去三件。医生讲伊巴肚内底囡仔是死胎。 爱马上引产，你头壳我的病历，还是我的隐私权呢？你连我嘛敢骗？赵尚恩，你讲走去开钱呢？我那原谅这你不安，敢不是？我拜托你，卖这样凊彩就放弃咱的婚姻好不？你是说，作为爸爸，这点袂改变，但过我李静茹，袂阁是你王一龙的太太，这边我一定袂甲你离婚，今嘛就去户政事务所办办，不再离婚率。